帮我看第一题啊，他说某人呢提质量 m 公斤的这个手提箱啊，以 a 公尺每秒哈、等加速度沿水平路面哈、走了 d 公尺，那此人对手提箱作用呢？我们现在来看哦，这物体它现在受了几个力？受了重力啊，跟这个人哦，他的那个外力，重力不受功啊，重力不受功。所以那个合力做了功了，合力哈、这 F 呢跟那个 mg 哈、对这物体哈、是等于 ma 嘛，所以事实上的话哈、这应该这样讲，就是说哈、外力做了功了哈 ，W 呢这个 F 哈、外力做了功哈、是等于合力做了功，扣掉什么？扣掉重力做了功。但是重力做了功等于零，所以就等于啦，就等于外力做了功等于合力做了功，那合力做了功就等于那个合力嘛，dot 的状态 ，dot 这个呢 S， 那现在合力使得这物体有加速度，所以这上是等于 ma 哈 ，dot S， 那现在这 a 跟 S 的方向一样，所以是等于 ma 哈。D 啊，所以答案是 MAD 啊。